乃玉林啊，臣妾也就是了。你说的倒也好听呐、啊，难道我的女儿还要等你到头发白吗？这也罢，老夫列子，你往日与我的情分，老夫我就将就你一二。你取得家具，背上花红彩礼，换金钱粮，前来迎娶我二姑。莫说千两黄金，就是二百个青铜大钱，我也拿不出来呀！好，老夫我再将就将就于你，你回到家去，背上百着酒席，前来致亲好友。左邻右舍，大家和喜饭，也就行了。嗨，莫说不住酒席，就是四个清贫弟子，我也办不起。你既然拿不出金银，办不起酒席，那你要怎样？家园给他几两银子，叫他写下退婚之由。拿着吧，你是贵人穷，是不穷，只要你的
在讲些什么？我正在劝他姐呀。哦，啊，李仙姑，难道你话不死心吗？来，来，取个纸笔。嗯，公子写吧。
道旁说话，这草窝里有人啊。他们进计给我皮蛋听见着啊。哎，我不如将计就计，不到二更打他三更，取他的衣，揭他的帽，弄他几个都本钱的。那李玄贵不是我妹妹皮秀英的小叔子吗？哎，这个，哎，什么大叔小叔子的？这银子是白的，银珠儿是黑的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真是。人无魂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啊。
前来行凶，誓言不成。你无赖好人，哼，证据俱在，你还敢强辩吗？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这把干刀是我虎皮的。什么皮的毛的，好夫不夫的，来呀，将他送往县衙。是，对，好。
他马来，凶手俱已捉到，凶手已经拿到，现在哪里？现在庭外。可有罪证？哦，只有血道一把，请大人过目。哈哈，阁老，此乃贵府干道，不走为证。哦，本本县审判，审问清楚，是在做道理呀、啊。啊，马来马来，啊，大人，老父母还有好的罪证呐，来，好，将罪证抬上。结结实实的罪证，来呀！有，将罪证收过。马来马来，啊，大人，若能明断此案，像这样的罪证，老夫我还多得很呐！如若不然，老夫代此罪证。山素福台，这个有道是白酒红人面，财宝动人心，这钱能治百病。阁老，这就是你尽管放心，我管教他活人是变死人。哦。小人卖水多年，从不为非作歹，这魔财害命，岂我所为？这就对了，常该卖水并家穷，人穷必贪财，贪财必欺，这欺义必害人，案情推理，凶手必定是你。若不从实招来，可是本县刑法的厉害。冤枉！那这大人明断此案，有何冤枉？你哼，不动大刑，连理不着，将李仙贵拖下去重在四十。冤枉！
要告李兴贵。正是。哎，好好好，快快走来，快快走来。李兴贵。告状，二去巡抚。哎呀，
出来呀、啊。二弟被打入监牢，你在皇府打梗，不知道内中的情由啊。妹妹，哥哥打梗就是打梗，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呢？妹妹，我先进京去告状。缉拿凶手，昭雪冤情，不知哥哥你意下如何啊？你进京告状？一去告状，二去找你妹去李显命。啊，妹妹，千山万水，怎么去的呢？正因为乐透遥远，才能通过善良，他一个毛女儿陪我一同去吧。还要我去？你妹媳不在家，家里出此大祸，我不找你又找哪一个你？妹妹，常言道，不人家我，不人我。我在黄府当差，那黄老爷，不，那黄老子能放我前去吗？既然兄长你不愿意去，小美一个人也要前去。你一定要去。好，这样吧，你就不用去了，过过我替你去一趟。哎，你来替我去，怎么不能陪我去呢？替你去陪你去不都是一样的吗？那你就陪我去一趟吧。好，陪你去。带我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清早一早启程。多谢兄长。我若送他进京告状，岂不是小鸡吃去上，自扰自己的脖子吗？